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manda， 我是 Jean， 今天我们在 Chinatown 新春特辑，不是元宵吗？然后。波士顿的 Chinatown 是新英格兰地区唯一的唐人街，也是北美地区的第三大唐人街，所以还是非常有名的。而且它位于市中心，平常就是周末会有很多华人过来买中国食物，也会来吃早茶，非常的热闹。那今天呢，在 Chinatown 呢，是周日，然后呢，唐人街有一个活动就是舞狮。然后我们今天的行程呢，就是我们先来吃早茶，然后再去看舞狮，然后再了解一下唐人街一些其他比较有名的地方，而且据说还会有剪纸和灯谜的活动。对，会有一个很大的集会一样活动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就在陈家巷非常著名的一个早茶店，帮我画一个大点，喜临门。现在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环境是非常特别多，每天都有很多人。然后我们已经点了三个菜。这都是很经典的，尤其这个凤爪一定要点。对，还有排骨，还有这是牛杂。对，然后他们这边是就是你要每点完一道菜，他会服务员给你盖上章，然后最后通过这个章来计算你的钱进行整体的收费。先拿酱油。这个先开始吧。好的。这个是水晶虾饺，这个是酥肉排骨，豉汁排骨。对。这个呢是牛百叶，最后一个是凤爪，最受欢迎的菜品，马上就要被试完了。这是豆浆，这个是西米露，来看看新紫式的带这个。元宵节的传统就是
灯，做花灯，这边可以做一个手工的花灯，这还挺好的。大家好，我们现在就在 Chinatown 的一个非常大的华人超市，这边是周末平常会有很多华人过来采购一些只有中国超市卖的东西，比如说一些干货啊、木耳、腐竹啊，还有像一些火锅底料啊，包括一些包子啊、排骨啊、猪手啊，都会在这里买到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带大家去逛一逛这个超市里有什么吧。特别国内。